艺术家许琼恩透过画笔描绘心中的高雄。高雄是艺术家许琼恩成长的地方，笔下许多高雄的美景一一记录着他成长的足迹。我有一系列都是高雄的风景，有高雄港，还有澄清湖，还有这个美术馆那个地方有好几张。我很喜欢高雄，所以呢，我对这个旗津啊，那个高雄港那个船的进进出出，我的感觉，是我童年的记忆。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画图，所以那个地方呢，是我跟我的同学常去的一个地方。所以那边记录每一次我在那边画画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到，年轻，在高中的时候，我跟几位好朋友常常在旗津那个地方画图，那种感觉好像又回复小的时候。那后来呢，我就挑了这一幅画，绿色是我的幸运颜色。这一幅画也是在2年前画的，然后原来它只是我要画的风景，后来呢就是感觉它没有什么生命力，所以呢我就加上了一些人，那感觉上就很有朝气。用油画的技巧细腻地将高雄的美景呈现出来，画作蕴含着对高雄深深的依恋。时放新闻黄慧茹、邓正璞，高雄采访报道。